也是英雄出少年，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参加了大陆的选秀节目，她的声音说像阿令跟阿妹的综合版，评审还起立鼓掌。从高音到转音，都让评审起鸡皮疙瘩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对嘴合唱。年仅11岁，来自马来西亚的阿琳娜，外形并不出众，但却有天籁般的嗓音，在大陆歌唱选秀节目中惊艳全场。选唱小胖林育群的歌曲《未来的第一站》，似乎也有特殊含义。勇敢追梦，要争取最美的灿烂，而阿琳娜做到了，就会有想象跟他一起唱歌的画面。然后整个鸡皮疙瘩，就是唱得非常非常的棒。谢谢。精彩表现让三位评审都抢着要收他为徒，因为阿琳娜不是巧合唱那么好，而是身经百战。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些就是我的奖杯。歌唱比赛奖杯多到柜子放不下，似乎是遗传妈妈很会唱歌的基因，也让阿琳娜站上舞台。这充满自信的嗓音，就像天后阿妹和阿琳的综合版。年纪轻轻就拥有惊人嗓音，初登场也让阿琳娜成了节目的当红炸子鸡。 TVBS 新闻庄佩文、郑义翔台北报道。